影响力可以说是对，比方说演一出戏，如果你演的戏演得很好，那么当然让观众会很欣赏你，同时你的演绎也可以影响到其他的年轻的好同辈的演员都好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。我能拿到这个奖，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人感觉到最高的荣耀。谢谢主办当局肯定让我拿了这个奖，2014年企业影响力奖。